俺是为啥买这个？我哥呢？咱个孩子的树啊，瘦的很呐！你那是大块的在干活的树都带劲的很呐！就俺去了屋里这个孩子的呀，你看看俺受罪不受罪呀？难不难呢？你那当官的吃这身当官的就俺那房子扒了叫俺住案子里呀，咱那雪地里呀，你俺住长身的地方都没牛啊，我这干都干不能的，把房子放到五常八九十了就俺把房子扒了住到案子里啊，你俺受不受啊？你出的干活出的屋里带劲的很啊，出的案子里呀，煮饭也没成熟啊。看俺受罪受的亏不亏呀、啊？你咋过去了？你这当官的呀？这是俺公司大队的干部能力啊，俺的房子都扒了，下雪在外头啊。